首先有请中国领事馆驻多伦多的代总领事陈洪波先生上台。President James New,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Good morning. Okay. I'm very happy to attend today's the fourth Canada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Art Festival.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Toronto,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 congratulations. Okay. On this event organized by the Canada Cultural Relics and Research Foundation. Okay. 刚才这个主办方啊也介绍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看到今天的活动啊以从聚传承为主题，实际上今天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汇聚了来自加拿大、中国，包括、世界各地的优秀的艺术家，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这个艺术作品，充分反映了我们说这次活动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多元文化的这个盛会，也是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这个不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沟通互鉴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说这个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文化因这个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共同啊汇聚我们美美与共的这个文明交流的这个画卷，可以说是符合各国的这个根本利益。我想这个也是和加拿大以这个多元文化共荣共存共生这个核心的主流价值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我想这个今天的活动真的非常有意义。多年来我知道这个加拿大文物遗产这个研究基金会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刚才我们主办方也进行了非常这个详细的介绍，我想也是希望这个在今后继续的扎根本土不断的为推进在本地传承弘扬这个中华文化，丰富加拿大的这个多元文化，同时也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刚才说到的一种沟通互鉴交流，我想这也是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呢，我也是希望今天的这个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